播老爷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新。今天的话，小偷的话有那么点闲钱，终于有那么点闲钱了。你们看，大概有大概个十百千万十万二十五万，不怎么多吧，但也还好。但我有24万的这个时机点，购买一部车了。我想把那个保时捷911给买下来。虽然说咱们车的话已经都买的差不多了，贵的车咱们都有了，什么保时捷488呀、毒药啊。或者说什么兰博基尼自私，全世界仅限一部哟。然后还有什么科尼赛格统治者，还有布加迪迪沃，不是迪沃，是迪沃。这玩意比较贵，然后飞机什么的，该有的都有了。但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看我的这个红标四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接地气，然后烧。据说这个玩意的话，200万以下的车型随便秒。然后算了，不多一边。我先看一下我的思域帅不帅。这玩意的话改了我也挺贵的，什么一些配件啊什么之类我都花到身上了，特别的帅。不过这个玩意的话，它用来竞速的话真的不行，平时的话开到上街上去街上面的话还是可以混一混日子的。走，买车去。咱们先看一下咱们想要的车在哪。咱们想要的车的话应该不是 DF 赛车，是 HC 赛车，不是 SR 赛车。我看一下，那玩意的话应该挺贵的。哦，但是保时捷91160万，哦，的确挺贵的。哇，我想买它，男人的梦想好吗？现实中我是体力买不起来了，只能玩下这个模拟器开心开心。哦吼，听说你就是自己的老板，黑棉 ，It's me. Where are you from? I come from China. And you? 大哥，你怎么不瞟我一眼呢？哥，这玩意的话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应该是个车神。然后出点意外，他还坐上了轮椅。这位兄弟，你要我一下好吗？你家车卖那么贵，真的合理吗？哇，他居然对我避而不谈。啊，你这个是在嘲讽我买不起车是吧？啊，你在嘲讽我是吧？啊，我看一下多少钱啊？买这玩意的话，七点大概只需要八万五，我有24万，八万的话3824，我可以买它足足4部，哦不，3部。但是他这个老板的态度的话，实在，我越看越想打他。他是不是我开思域来之后，他就开始嫌弃我呀？好，是个狠人，老子不干了！看他上次怎么买的。哦吼，这个是啥？科尼赛格捆绑包，这玩意我不想买。这车我都有了，哎，这车我都有了。这个什么玛莎拉蒂？这车我都有了呀，买来也没用。咱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商城？外观物品。哦吼，看见没有？绿色沙滩。绿色不是好吧，还有多彩烟雾，没啥好看的了，算了吧啊，咱们溜了。绿色车胎怎么感觉怪怪的，这个名字听起来，而且特别贵，25000一个，两个轮胎的话就50000没了，哇，是真的贵啊，而且还不能用游戏币买，只能充钱。黑棉，哇，那都怪好帅，这个朋友吧。好的，他不想理我。这个车行老板太坑了，看都不看我一眼，谢谢啊。跟我对话的话，脸都是往别的地方瞟的。哎，很可惜，他们损失了一个大客户，70000-80000上下的生意的话就那么没了，你说气不气？就是他这个店员的话，可能也给开除了。不对哦，一般来说，老板的话他不会待在店里头接待客人的，他绝对是个店员。那他完了呀！不是不称职的店员的话，我得举报他一下。这车老子不买了，气死你！